说的是一种从噩梦当中穿到平行世界哈。一博，你平时做过噩梦吗？我还真的很少，哦、很少做噩梦啊、嗯。行吧，那我没词了，没得聊了吧？OK, Judge 啊，王总 baby 这个工作还是交给我哈。计时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。我们那个街舞的氛围啊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我们的评审，我们要嗨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